loves to drive him crazy with his evil lips. Great guns a-blazing. My deadly trip. 搞错了，再来。Public Enemy Number One，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呢叫头号公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支激流金属乐队，叫 Megadeth。Megadeth 呢是于1983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的一支激流金属乐队。它的创立者呢叫 Dave Mustaine， 我们国人呢俗称它叫马大卫。这支乐队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。2016年，我曾经在波士顿看过他们的现场。那么我们说回来，这个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这首歌曲极具 Megadeth 风格，它的 riff 非常的漂亮。CBGB 这款头号公敌，你喝上一口的感觉，就和你听 Megadeth 的感觉是一样的，特别的爽，特别的是有劲道。首先呢，这杯头号功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单一麦芽的 whisky。 一般玩摇滚乐的 whisky 肯定都非常喜欢喝，来个 building， 直接这两个火药味道一起 mix。 你想摇滚，我有酒，CBGB陪你走。